节目快要开始，赶快回来报信。欢迎收看今天的电台炮戏啊！我们今天是特别节目啦啊！大家好，我是卢比。那我们今天有另外一位，我们当然电台炮戏合体统神啊！没有穿红的，没有穿红的。我们今天都啊没有应景一下，可是我相信观众喜欢看的，当然不是我们穿的红的，好不好？要不然就是我们上牌桌的时候穿红的，别人也看不到嘛，对不对？那里面的，里面的，哎，好，那当然啦，久违的合体，那当然就是要有不一样的阵容，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呢？我刚刚看，好像是基隆东跟阿兵是一样的阵容，是一样的阵容。没有，你要提到另外一个性别，就是女生那一个。哦，好，对，我们当然固定来宾还是要来嘛。OK， 我们节目主轴还是我们嘛。好，对，这个节目的本质不能跑掉。不过呢，今天特别节目的话呢，啊，过年喜庆啊，那我们这一集我就是预录的嘛，那我们这一集就播出的时候是大年初一啊，那就这边跟先大家拜个早年，大家恭喜新年快乐。今年是什么年？恭喜发财，狗年。啊，狗年啊，对对，狗年行大运，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啊，事不宜迟，赶快来邀请我们来宾进来啊，因为说看起来只有我们两个人有点单薄，哎，有一点，对，那我们就，可是呢，今天因为我们过年嘛，就是要有特别节目，今天就是要来组队竞争一下。在看他们之前，我想先看，哦，后面好像有些字，这是什么字啊？我比较好奇这个毛笔是谁写的？你们怎么会那么有创意去写这个字？哎，这个手写。哎，看得出来就很，我觉得就很烂，那个趴都没有勾，你知道吗？你说那个小学生那个有那个勾啊，那个要勾勒一下。拖把写字多困难，真的用拖把写的吗？对，要弄出毛笔。OK， 好，那个感谢我们那个工作人员辛苦了哈，为了过年节目稍微特别准备了这些东西哈。那我们过年人团圆，大家都要在。等一下我们要选各自的队员啊哈，那今天要来特别的大 PK， 那要怎么选呢？欸，不是男生先选嘛，不是吗？还应该说我们队长，因为我们刚好是刚好你一队我一队啊，对，哎，我们有点像王皇帝选妃的感觉。我看到了，所以是两个，我们各选一个，是不是？啊，对，应该是要一次只 Q 一个啦，应该是他一次只 Q 一个嘛。好 ，OK， 好，那为什么要分黄色跟红色的门啊？我比较好奇。给你们选啊，你们两个人要各选一个啊。哦，要各选一个。那要是我们两个都要选同一个人怎么办？对啊。PK 啊，马上就 PK 是不是？我现在打快打，好像打不赢你。还可以，有机会。其实我觉得你那角色还蛮强的。不错啦，我怎么上一次听到了你讲不是这样子？好，那我们这一次当然要，既然要有对抗，就会有惩罚，所以我们的队员不能乱选，好不好？那我们就马上来 Q 一下我们第一位啊，我们第一位的那个来，我们的队员的部分了哈。我们也不知道说第一位是男生还是女生的哈。黄色门的队员呢，自我介绍。好，黄色这边。哇，这谁啊？新年快乐，恭喜发财，红包给我来。这一定是阿 B。阿 B。一点神秘感都没有。啊，是吗？那个，我们本来有声音是没出来。变声器的声音有出来吗？因为理论上都不能让我们听到声音啊。应该是不能听到本人的声音这样子。嗯，对啊，有吗？有 C 吗？好，排除一下。OK。给我们咱们的美丽的阿丽塔，你报个声吧。阿丽塔要不要试试看？那我们不能听到声音，我们不听到声音要怎么辨别？我们只能听到就是变声器的声音。哦。电脑的声音没出来。好，那没关系，声音的部分我们处理一下。好。那，我们等一下呢，大家看到这个是那个巧拼嘛？对。为什么用巧拼呢？因为我会给你们看他们的其中一个部位。所以这看啊，一二三四啊，女生表、男生表，一二三四五六。哦，总共六块。这个六块，哎，你们可以选择你们想要哪一块。哦。声音好是不是 ？OK， 那就变声器再一次好不好？黄色队的声音。OK。喂。喂。那、啊、是阿妮塔的声音是不是？怎么跟本人差不了多少？相似度百分百。100%。哎。什么？好，到时候。恭喜发财。话讲完好不好？恭喜发财，红包给我拿来。
哎、欸，这声音真的是听不出谁，这样就听不出是谁了。你们有换人吗？我们再请粉红色的门后的队员稍微讲话。哦，刚才是黄色门。财神到，财神到我家门前来。这样我觉得完全听不出来，我觉得完全听不出来。我家门前什么来？财神到我家门前来。哦哦，是啊。哎，你没听过这首歌吗？完全听不出来。哎，这样听真的听不太出来，所以我们还是要那个透过巧拼的那个，哎，那个。或是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哦，直接问吗？那我先问黄色门的这边的好了。最近有在玩天堂吗？没有啊，跟我预想的不太一样啊。嗯，啊，那统神要不要问红色门那边？嗯，我想想看。哎，嗯，最近有参加过什么什么格斗类的节目吗？有。哦。哦，有啊，那就是有来上。我可以选了吗？我可以选了吗？我可以选了吗？我要直接选了吗？不看巧拼了吗？啊，巧拼了吗？我们不看啊，看看巧拼好了，看看巧拼。那、啊、我觉得看一下，因为我觉得黄色文刚已经知道是谁了。啊，真的吗？八成是他。哇，我还猜不到哎、欸，统神比较厉害、啊。好，来来来，那我们看一下黄色巧拼，那看一下中间右边这个洞好了，好吧？好，那就请哈鲁帮忙一下。你看哪个洞？我看中间右边。一、二、三、四、五、六、四号吗？哎，对，四号，对，四号吗？哎，那边能看出来什么？如果这个角度会不会看到街边？我现在看，就会一拆，然后全部拆开。对对对，按四号的。好，空的。什么空的？没看到刺激的。东西太多了。哦，四号是个女生。对啊，这女生啊，哈，左边是女生，然后腿很细啊。不是女生穿这个装备，我今天一定赶她出去。好，那统神要不要看一下红色门？红色门感觉四五，三四五六都没什么用。哎、欸，可是看一二也看不出来有什么用。我看一下，欸、没关系啊，先选腿的好了，一样那个三或四好了，三好了。三号。三号了。好，阿鲁帮忙一下。三号。这样子，因为很像以前在玩那个。很爽，选飞。哇！啊，这个有看到什么吗？这个是哪里？腰。哎、欸，他还刻意露那个腿，他还露一个开叉的地方。哦，他是穿哦，他是穿哦开叉的旗袍的。OK OK OK。没有女生啊。嗯，好啦，今天难得合体，我觉得让统神先选好了。你要选红色还是黄色？嗯，就我看的感觉，嗯，左边的腿比较细。你真的是在选妃耶，然后哪一个带后宫之类的？左边比较高，左边比较高，嘿。然后我刚刚问了左边有没有玩过格斗游戏？你是问右边？你是问哦？我是右边吗？对，我是问左边吧。啊？我刚刚问的问题是问左边还是右边？你刚问右边。对啊。嗯，你是问红色那边的？奇怪，那怎么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嗯，是吗？你预想是谁啊？叶子啊。嗯。我想说他有上帕罗西，一定有上过格斗节目啊！我想说我赢的，没有、啊欸、不对，今天是今天女来宾好像都是有来过的哦，都有上过。今天啊，那完蛋，岔赛。我说最近呢、欸？最近哦，不要这样子，最近就不好猜啦，就看你们是不是看你是不是我们忠实观众了。可是我觉得右边长得不太像叶子，然后右边的好啦，我右边的好啦。好，那我就选左边，左边应该是叶子吧？左边是叶子。应该啦。那我准备公布。正确答案哦！好，一二，一二三哦！啊，一二三！左边居然是枪，打进去半年，然后那个统神那个红包拿来，腿那么长，好像有点道理，有点道理，因为当初伟明他会就是进来那个圈子就是。他的就是比例很好，身材比例很好，完蛋了，右边腿特别长，完蛋了，右边感觉不太妙啊？为什么？感觉比例没有那么好。哎，不会啊，不会，完蛋了！哎，还没选对耶。好，那我要坐，你先入座，这边。哎，猪队友，虽然认错人了，但是你还是要跟我一对。没事没事。等一下，你确？你真的？等下我再问你一次，你真的有上过格斗游戏节目吗？
有，真的、啊？哎、欸，奇怪。啊一，最近呢、欸？三，一二，哎、欸，掉漆掉漆，好，欢迎请坐。好，今天是中国公非中饭，格格格格，没有啦，林亮，对对对对，林亮看不太出来了，我说真的、啊，真的看不太出来，因为大家今天都穿红色的，太不明显了。对，然后那服装型类型都类似。好， okay. 我们巧贴又要准备好贴回去，也蛮厉害的。哦，塞好了，塞好了。好，那这个是新年新希望啦，哈，要不要请那个？我们先请Remy跟观众打个招呼。摄影机是这台吗？中间啊，那一台，那一台，那一台，嘿。哈喽大家好，我是 Remy， 新年快乐，红包抖内来。哎、欸，这个对实况组来讲是最实际的啦。好 ，Remy 跟镜头的观众打个招呼。大家好，欸、新年快乐，我是 Remy。哎、欸，好啦，这两位其实对泡泡戏来讲都是常客，都是常客。有去年我们在做那个今年2018年专题的时候有提到过，就两位来上节目的次数大概是女来宾前三名啦，哦，刚好就是两位。好，那欢迎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现场啦。那我们接下来，哎、欸。看我们哈魯这边 say 好了没啦、不知道接下来是要选女生还是男生？没有，一定是男生。而且这一棒基本上就决定胜负了。这一棒，很有可能。你是说队员选到哪一个队员决定今天比赛的胜负？对，因为等等二打二嘛，对不对？所以你觉得选到阿 B 比较好，还是基隆东比较好？应该是阿 B。哎、欸，你的好，他打基隆东应该不会输。你是说快打还是天堂？快打。好、啊，我们都知道这两位最近玩天堂玩很凶哦。那我们来看看啊，现场 say 好了之后呢，那因为其实提到就是阿 B 跟基隆东在帕奥西这边，我们也合作了非常久了一段时间了。好，那偶尔两，应该说基隆东也是一直跟统神合作嘛，对不对？那等一下如果有幸选到他的话，再看看你们两位在电台合作这一年的感想。哦，我没有兴趣选到他啊，真的吗？选到他我们一定输的。那拜托你们选到他，我们选到他一定是哪一队有他，哪一队就直接先扣五分。可是他每次都在怕，我继续说他统神电台玩游戏没输过。嗯，哎、欸，对哦，其实想一想，好像也有可能。哎、欸，对啊，其实他也不一定在快打会输阿 B 啊，哎、欸，可能其他项目他可能比阿 B 强。哦，是这样，是这样啊，这样的阿 B 听到不知道作何感想啊？等一下看看本人要来平反一下。好，那我们开始来猜。我们先听声音一样啊，吼，黄色门这边的那个，我们今天的队员来发一下声音。Hello， 我是韩国人，我刚从韩国回来。男的啊？男的吗？你确定男的吗？男的。你确定男的吗？啊，女的。这个一听是感觉像有玩天差的，感觉像。等一下，你说男的两个都玩天差。Oh, 好，那我们来听一下桃红门这边。很容易选我，一定让你赢哦！啊？你公司小、啊？听不啊？他刚说一串什么？很容易选我，一定让你赢哦！哦、oh, ，选我一定让你赢。Hello， 选我一定让你赢哦！对，你、oh. 们是外国人。喝过洋墨水是不是？喝过洋墨水。好，那光听声音还是不太够了，这情报上面来讲有点不太够哈。我们来还是来看一下巧拼的部分啊。那黄色门我还选好了，我还选五号，好像五号很难辨别。对对对对对对对。不过没关系啊，好玩嘛，过年嘛。哦。哎、欸，真的是女生哎、欸。他说韩国回来，那我大概知道是谁啦哈。好，那桃红这边让统神选一个。完了，完了，被你抢得先机了。那个韩国来就知道是谁，我都不知道。反正一定看不到脸嘛，对不对？对啊，看那个位置好像是看不到。很凶。欸、有道理那我六号好了啦。好，六号。我们今天都喜欢选第一位呢。没有，又看不到脸，看前面。六号不是应该是右边吗？没关系啊，看。三四五六啊。哦。好，六号，六号。可以。看腿比较实在啦。哦。看腿。哎、欸，一样是女生。对。嗯。用三去法是很好猜啊。对啊，用三去法是很好猜。你要看谁腿比较短嘛。你很坏耶！你很坏耶！直接人身攻击了。好啊，那。哇，这样子有点难选。问个问题，哎，问个问题好了。请
请说。你要问哪一边的？你要问左边右边、啊？还要分哪一边哦？反正你要两个同时回答也可以，我把这个发问权给你。OK OK，、啊、我两个。哎、欸，你们最近他们都有来泡戏嘛？对不对？应该有。好，应该有、嗯。那你们最近有来上过电台吗？同电台？两个都问，黄色先回答，黄色先回答。最近没有，以前有。以前当然有，我怕他们怎么找你啊？啊，另外一个，已经很久没有了。很久没有被请，就是两个人要同一个意思。完了，那这个我输定了。那这两个都坐我这边好了。好，那一样我先选好不好？我比较逆风一点呐、啊。好好好，逆风一点。你都有资讯了，逆风在这边讲是不是？来，就资讯上就是没办法选择、嗯，只好就这个，因为问也问外观上了。嗯，感觉右边的腿比较白一点。你很烦嘞、欸，一定要选错哎、欸。刚才说我腿比较短。可左边好像比较身形好像，左边很瘦，看到那个腿就知道，左边是超级瘦的。可是我没有很喜欢那种很瘦的，你是喜欢有一点肉感，有一点肉感。右边的好了，好，那我们先从右边开始公布答案。右边，来，我们看统神选的是。这应该是有一点重量的，我觉得。重量的，等一下出来一定先打一打。来哦，三、二、一。哦，哎，完蛋了，我打。完了，等一下，我刚刚讲了。你刚刚说什么？这是玉露，这是玉露。还好不会有观众在楼下堵。一点很重的纯正性。OK， 好，我们欢迎叶子，欢迎。欢迎。好啦，我们统神选妃啊，那我们左边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女来宾啦。没错，公布答案。啊，很久没有来泡戏了。三、二，感觉应该有高度，我觉得没有，没有，这前面先上面两只板子下来可能会看不到人。那你从是吗？三、二、一，哎，欢迎月姬，欢迎。对，你就这么不想要跟我同一队就对了、啊。做错了，对不起。他可能早就知道你是猪队友了。嘿，我先前面有事先说。没有啊，我在那个他们那边拾荒物的时候表现应该不错啊。他通常跟我一队，他都是猪队友，你知道吗？啊，我们直接看下一个。直接略过。我觉得再访问下去，我的那个尊严就扫地了。那好了，好不容易今天做的、那個。没关系，你是猪队友，我还是愿意跟你同队。真的吗？真的。是基于同情心吗？不是。哎，要不然。是基于我们这几个月的交情。哦。以为要讲什么？我以为他要说，因为跟猪队友同一队，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他表现。没关系啊，你看猪了，我们现在是极优啊。我们讲极优。没有，你这边这个阵容啊，就如果去我赢的晚上去林森北路一字排开了没有？有人就是长这个样子。林森北路。你确定你是北路有那个吗？短头发那个，这个有吗？有吗？制服格格，制服店啊！你应该是在那边过世，然后一直徘徊在那边幽灵，有每天在那边幽魂。制服店会不会长这样？你那个造型是怎样子啊？韩国过来，韩国的，所以他刚刚说他从韩国来，中文一点点，你听韩国人讲中文这样子吗？又要被韩国人告了。好了，那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就可以直接进行了，我们剩下两位也不用挑了，哎。今天通告费就直接我们拿了，对吧？没有啦，我们还是要尊重一下这些两位那个重量级来宾，好吧？重量没有，这个才是关键。哦，真的吗？前面当然也重要，可是这个才是压胜。你是觉得他们是决定我们团体游戏的胜负关键？对，谁请到季东东直接输了。好，那我们先请黄色门这边的变声器讲一下话。他一定会把你内部破坏掉的。从内部破坏。大家好。哎呦。大家好，这个好像是有点难猜。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大概知道这个是谁了。我也知道。哇塞，你们那么厉害哦！因为只有他才会讲这句话。对，另外一个是不会的。哦，另外一个可能是被白痴哦。他想的跟我完全一模一样，他想的跟我完全一模一样。搞不好他就是故意这样讲的哎。好，唐红色这边。憨憨，
我是萱萱。这个就是太明显了，陈飞，太明显了，不用猜了，不用猜。我看那个格子也不用猜了，对。直接请他们回家好了、啊。我直接把那个门打开好了啦，对不 对？我相信观众也没有一直想要看那一格。不像你们还是要选，还是要选。真的吗？还是要选？选红、铜、黄。不然他们要跟谁一对？嗯，他们自成一格。哦，那我来选。好、okay ，黄色门好了。哦，选得好。我们输了。我们输了。直接对着我讲，何必嘞？我们输了，不会啊，不会啊。如果今天比嘴炮的话，应该是不会输。好，那我们就直接公布答案啦。黄色门是阿 B 吧？一定是。好，你们先站好，你们站好。你们不要偷换位哦。对啊，我觉得有可能。刚刚感觉有点想要偷换位的感觉。来公布正确解答，黄色门来三。哇，吓到我了。哦。生气，你不要撞到我们摄影机啊！欢迎金龙东阿 B， 欢迎。哎、啊，刚刚我有点吓到，阿 B 坐这，阿 B 坐这，这里这里，你坐前面，前面。没有了，没有了，你坐左边。我是萱萱，你记得我吗？我统神一脸无奈，统神脸。大家觉得说今天开开心心来录过年节目，结果现在不开心了，又不是已经打快打。啊，我们又不一定打快打、啊，没有打快打你一定输啊！我们在打天堂啊！啊，哈哈哈哈哈！直接死定哎！啊，其他的你又是内部破坏者。好了，我们今天的阵容就是我们总共八位啊。OK， 今天的节目内容大家会喜欢的哈。我们今天准备了非常非常多啊好玩的内容要呈现给大家了。好，那第一个呢，我们在电影院选完了之后呢，首先要来看的就是呢。这一个关卡，第一道关卡就是我们过年要有过年气氛啊、哦。我们可以摄影机来得及 Q 吗？先照这边吧，先照这个墙壁。我想，真的吗？哇、欸！那是假的，那真的有东西哦。有钱吧？有车子。有车子。哇塞！小叉大财神是不是？你懂你懂你懂我在说什么？等等，会不会有鸡叉骰子？哇塞你们是怎样电视节目都要得罪光是不是啊我们今天其实你看他们那个旁边那个涂鸦都很贴那个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什么卢比爱哈鲁那谁是啊哪里啊真的耶卢比爱哈鲁我看到 RB 还有一个什么东东爱 RB 等一下怎么会有个瑞米然后花爱心一个瑞比啊可以吧不知道我们有心结吗因为他中间那条线隔开来有没有有金正行友好派你是前一阵子有代言那个手游是不是？好，我们的红包想要感谢我们、那個、阿魂真友，阿魂真友0987，不是要写错是阿妮塔真友吧？一样，哦一样哦，真的到吗？可以了。阿妮塔，来先去旁边真人秀，都到我手上。我觉得以阿妮塔的条件，根本那个电话号码都不用写。对呀、啊，楼下都在排队嘛。对嘛？对啊，真的是。那个电话号码得。因为他写真的。他写真的吗？因为他写真的。对对对，摄影机没有铺到下面。好，那我们今天这个红包墙要怎么来获得呢？那我们第一道关卡就叫做灵巧关卡狗年红包，我们有那个底霸说明哦，这不是底霸了，这整张图了哈。节目中将进行多次对抗，每次比赛胜利可以获得抽红包的机会，胜利条件呢？比赛结束之后算红包数量，也就是说看哪一队伍的红包数量比较多啦。谁赢了？那终极惩罚啊，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啦哈。哦，换队的规则呢？所以我们可以换队哦，哇，那我相信有一个人一定会被第一个被换掉。我们可以选择不收吧？不知道，所以我们不要输啊，所以我们不能输啊，我们不能输啊。哦，好，所以这个就是各种体力跟知识的大对抗啊。好，那我们这个关卡要怎么来比对呢？啊，两队分别做出好运旺旺来，红包热狗。不是的，抱歉，不是。满脑子只有热狗。肚子饿了，肚子饿了。满脑子只有热狗。肚子饿了。好，那个每一支签名后完成胜利条件，最先完成队的队伍获胜啊、哦，所以就比速度就对了、嗯。我们看到桌面上有准备好这个，所以狗狗要怎么做啊？完全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们有教学影片哦，哇，我们节目越来越专业了，反正就是企划懒的示范，就做准备影片吧。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影片。好难哦。
才刚开始折，你就说还可以折，对折你说好难。开始折，我没有感觉就很难呢、啊。就本来就开始折了。然后再反折，然后在中间对折，好，折起来。要折成三折的，看一下哈。小帅哥挡住了，小帅哥挡住了。对啊，这边三折份嘛，看看。怎么做到的？加进去就好，加进去就怎么做到？好了，金鱼脑记不起来，我已经忘记了。这好难哦。对啊，记不起来啊。你们是不是小时候美劳都没认真上？不是，老师会一步一步教着。啊，对了，也是了。哎、欸，这真的偏难的。对啊，这真的是偏难的。哎、欸，你看它左上角是它的成品哎。对啊，所以我才刚刚说很难呢、啊。它的耳朵怎么来的？有了、啊，剪到另外一截，另外一截，另外一截。哦，这里这里。那我们都用色纸全部剪一剪就好了，还是这样就剪成这样？对啊，我们就直接把红包直接剪成狗的样子就好了。超偷懒的。有点他怎么剪？哦哦，他手好巧哦！就这么决定了，我做狗二，其他一个。分工合作，分工合作吗？那我负责分红包袋。没问题，没问题。我负责干倒干倒你对。好，那红包那个折法就交给 Ruby 了。屁呀、啊，最好是我会折哦。太难了啦。哎、欸，不行啊！我们这边我们这队输了啦。我们进入下个单元，金叉彩石了。可以可以可以，你觉得我们这边这两个男生就可以吗？前五段可以了，前不是你怎么会折这个？这个张家只会发红包，他怎么会折红包？你要问他。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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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鼻子。我们是做一个就 OK 了吗？全部人做一个吗？还是就是最先完成的吗？没关系，最先完成，每个人都一个，最后评分。就是每个分谁输谁赢。我本来是这样子，就是你们都要做一个，后面要签名才算完成，然后排队先谁先做好，嗯，全部人先做，每个人都做一个，每个人都要做一个。等一下，我前面都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就是先派两位出来，然后这一位只要有人做好的话，就回去再换另外一个。哦，是这样哦。那我们节目可能会录十个小时啊。我已经忘记了。没关系，还是预录的可以剪接。还是不，他那边有材料吗？有八个人的材料吗？都有，都有。那我们就一起做啊，大家分开做，然后就比看哪边做的比较好啊，哪一组做的比较好。比较创意。我跟你讲，没有一个人做出来，我不相信有一个可以做的完全一模一样。我会在旁边教你们，好不好？让你看到。哦，好，好 ，OK， 好。那所以八个人一起啊。我们要围在那边吗？要一起。会不会工具不够？围不起来。好、哦，围不起来。四个先坐，然后再换。好、哦，四个先来。嗯。好，那我们这边先吗？就是各组先派两个。先派两个人。好。那就你们先上啊，我还要研究一下啊。阿 B 在，我还要研究一下。我真的玩过。右边我们这样吗？没有没有没有，两个两个。对啊，他们那个。一男一女平衡一下。好啊，对啊，那你们两个先好了。他们派两个女生先打头。那基隆东要不要？这边你们输定了。说我队友，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可以带回家。交换一下，交换一下，一男一女这样。没有，你们两个我都很熟，都知道，我都知道绝对不行的。你们就直接上去，然后被虐虐完以后，我们男生平。好的，那这样就两位女。Ruby， 你确定你不帮你的队友平复？一下吗？我觉得你们可以啊，所以我派你们两个。好，可以可以。哎呦，可以哦。我觉得，我们四个都要跪着，你知道吗？对啊。小心一下，小心一下。这时候就好想说，皇上，陛下，下六月，你后宫甄嬛传看太多了，是不是？下六月，那材料先分，先分吧，先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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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每个人。好。那是狗年才有做这种红包。哈鲁，我觉得你不要教他们，然后他们谁做的比较好，就给他那一分。真的，你不要教他们。你好，我这样你不可以教。对，就看他们谁做的比较像是狗。可以啊，但是你们这样。这个臭臭的。我会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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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种加油站的味道。对啊，加油站的味道，不要乱吃。真的很香耶。好先一招。我觉得还是蛮香的。那是不是要那个双面胶啊？双面胶有吗？有，欢迎欢迎。
你上面加那种很细的那种。选喜欢的，我选蓝色好了。好，再画橘色。金的，金的，来。好，那我选个这个好了。哎、欸，这个有人选吗？这个画面真的是赏心悦目的、欸。这个好。这个，我觉得桌子拿开比较好。我也这样觉得。完了，我真的忘记了。会不会脚很酸？直接开始了，不会不会。要开始了吗？直接开始了。先计时啊？要计时吗？那你们这样就直接就看谁先完成啊？对啊。哦。然后完成了就下一个交棒，所以我们还是要看一下他们怎么折。我也要看一下，有背景 B G M 可以下一下，不可以偷看吧？你们可以看哦。怎么不能看？不能看，要不然谁先谁哦？看了也折不出来啊！一定要看，一定要看啊！奇怪，这个有很难吗？我看一次就会了。哦，真的啊，我看一次就会啊，我根本就没有在讲。你折出来会是一只狗吗？软的。哈哈哈！雷米还不错哎。真的吗？叶子你是折过？嗯，我没有折过，我没有折过。他刚很认真在看。其实我有点放弃了。阿 B 不要这样。他那个什么塞进去的，我不知道怎么塞。这个很简单，这个我也知道。这边都还好，我觉得后面那个三，后面那个折比较难。有点忘了，到这边都有问题了。我也是后面有点忘了。雷米好厉害啊！我试试在乱折，你知道吗？哦，会的，会的，会的，对对对。我跟你讲，你没有创造力，你们折的跟他一样，那就是不还是不行，只是模仿他而已。对，你要折的比他更像一只狗。人家折的是黄金猎犬，我们怎么可以也折黄金猎犬？再怎么样来一只哈士奇嘛。对，真的没有台湾土狗。有没有照片再可以看看他长怎样啊？不行。真的假的？成品，是我这样子，然后这里往后吗？我觉得我们这一组都蛮厉害的。对，可是这边出。瑞希也哦，这里要折一点。瑞希的狗头出来了啦。拿小纸的，其实女生都还算不错。他们怎么折出来的、啊？真的会啊！他们怎么折出来的？在后面看我们也是看不懂。不知道吗？看不到他们刚刚说什么都不会，然后怎么每个都折起来都好厉害？对呀、啊。我这样是对的吗？以前考特考的学生。我昨天没念书，昨天没念书，我昨天没念书。我跟你讲，这个还不是最摆烂的，最摆烂是考完以后，我你觉得题目难不难？哦，好难哦。98，你们都会遇到这一种的哦。98，小考试还好，你知道吗？就像高中有那个模拟考，你知道吗？我说真的超摆烂的。它是白色，也要折进去啊？没有吧？没有。叶子贴的多了，对啊，因为太快了。乐器也在贴了，乐器也在贴。我这么厉害，狗头是歪的，这是要给我们用，这是也太大吧？对对对，哦，比较大的是比较大的标签，只是贴鼻子，不是，你可以贴鼻子或自己画的。你真的会哦？我会。你小时候做过美术啊？这个看一次就会，这有什么难的？你知道我小学美术60分吗？真的假的？啊，我小学美术60分。有这种事？比我差一点，我大概70分吧。啊，这么好破折的，完蛋了！他什么都可以，就是美术不行，真的。他5次交3次，男生都没什么耐心啊。不是啊，那个剪刀也太长了吧？那个剪刀是拿来嘟狼寡妇用的，是不是？啊小心小心，撞一下好痛啊！没关系，最近肉比较多。屁的。来啊！在操作道具的时候要小心。现在已经在签名了，好快哦，月西。那就可以了吗？哦，我觉得我脸好大哦。可以，给镜头照一下，给镜头。这里狗年行大运。哦。有签名。哦。过关了吗？耶！好拼的，好，你下关，你要看完成度啊。我的还不错啊。叶子的也很可爱，叶子的。也不错，裁判，你觉得哪一个完成度最高？总是有好坏嘛。是啊是啊是啊，我也有分大小的吧？对啊，不可能是的。好了，我也好了。好可爱哦、喔！真的很像一只鹿。你的狗比较瘦哎。你那只是吉娃娃吧？什么吉娃娃？吉娃娃吧，耳朵那么大，还是吉娃娃吧？马尔济斯。好，这是 Remy 的。等一下，我的眼睛算了。太小了，不是啊？那只熊啊，歪了，它的耳朵太大了吧？歪一边。
歪，这样才手工啊！大家不要这样好不好？对啊，这样才有手工的感觉。对啊，对对，我的脱康了。我们四个真的长得好不一样哦。四只狗都不一样啊。啊，这个好，其实女生都还蛮会折的啊，都还不错。哎，那个 Ruby 要记得签名。有签了。有签了哈。嗯。好 ，OK。好，那我们四位女生的成品，好，拍拍手。好，那我们这一趴就差不多到这边。对啊，谁输谁赢？对啊，谁输谁赢？我们比较快吧。就谁输谁赢？他们比较快，可是我们做比较好啊。没有了。对啊，两组的做的其实各有特色，所以我觉得平手很看。平手是不是？看男生，看男生，男生叫，觉得压力好大哦。换你们，换你们了，你们热。Ruby 应该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叫，真的。等一下，我先讲哦，不能教学哦。没有啊，不能教学哦，不能交头接耳，不能交头接耳，不能往旁边，不能交头接耳，这样不公平，你知道吗？你美术真的可以吗？对，重点来了，假设他是六十分。他也是六十分，所以他们两个平均值六十分。对，假设我一百分，你零分，我们两个才五十分。你怎么那么把握他是零分？我顶住，顶住哦，好，好，男生就位了哈。好，哎，要自己拿走是不是？抱歉，收手。啊，对，当然，你等下偷偷从后面递给我，签名涂掉改一下。我会签名了。另外一个，来，都来。你先拿好哦。你给一个就够。给那么多干嘛？好来，好来来来，你们计时喽。欸、有点忘了呀，叫一堆。可以啦。我要罚跪了。哦，没关系，我看卢比怎么做就怎么做。干，我也不会做啊。所以动作开始哦。三二一，开始。我只有第一个步骤这样子，哎，我也记得这样，没了。然后好像记得这个，康谁说你们不知道我怎么折？康谁说看一次就会，就折成差不多的形状就可以了。我觉得你把狗头折出来就好了。哎，你怎么那么快啊？你没有，我觉得差不多就好了。阿 B 跟不上，还有卢比感觉有感觉。阿 B 不是阿 B， 你边做，阿 B 你的两个头在干嘛？粘住了，双胞胎了，完了。三等，哇，脚抽筋了，这个人毛很多哎，脚抽筋，那分成三等份，要拿个耳朵啊，就是阿 B 很像那个上课会被老师关注的，对，老师就是很像，就你最特别，就你最特别，我一直都被关注，笑死，哦。你赶快偷看卢比的，偷看卢比，其实你们两个差不多，他坐在前面，没有很前面，好不好？不能教学，不能教学，完蛋了，做了一个丑的，要怎么样把脚塞进去啊？你快看，看一次影片啊！是怎样对着哈鲁救一下阿 B 好了，我觉得他把脚塞进去，对，哎，准备再丢一个，我觉得好丑，不可以，他只说对而已，哎，你这丑形状出来就好了，不是啊，我真的卡住了，看节目要到十点了。你就看可不可以先折个嘛，折个他，你看你跟他哪里不一样，你就先往那边折，整个都不一样，整个都不一样，我都怀疑，你都怀疑那不是红包袋，哎，他笑话，这又关到我的名誉，好不好？请问你红包袋是红包袋拿出来？那我跟你讲，阿B，你直接把耳朵粘上去就好了，来，你直接把耳朵粘上去，对啊，你就。没有办法做一模一样，没骗你，对了，你直接造一个代码，你们这样讲我有个灵感，好，那我想想，好，来，直接来，下一次示范影片就是你了。我是跟你说，你要创造，你不能模仿，不要跟人家一样嘛。对啊，你要有自己的特色啊。阿 B 怎么？你就先剪耳朵就对了，先剪耳朵就对了。什么？没关系，我要靠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后面教了。你这种在学校就是异类，你知道老师就说我就是异类。有这种小孩不合群，要么大好，要么大坏。对对，不合群，都你们在讲。是哪一种？都你们在讲。你知道旁边卢比就是他自己的路，他一边说他刚刚想到，不过他停在那。没有，我是很乖，然后完全不理阿 B。对，旁边那个卢比就是资优生，然后典型的就哦，你做的很棒哦，加油，然后可以他的那一种。我先顾好我自己再说。对，只顾自己的资优生，数理资优班。开玩笑，我可是念那个前五志愿的哦。哎，你会不会啊，张将？哦，我自然社会组的，可以啊。这跟社会组有什么关系？没有水文组的。如果你要输，你要交出你的高中福利卡出来哦。哇，好古老了。对啊，你讲什么我都听不懂啊。干，就我最特别。
哎、欸，我没想到你真的会做哎、欸，好歹也是他妈鸡排店老板，好不好？那跟做这个折纸有什么关系？每天在那边折那个啊，折那个纸袋、那個。纸筒。哦，真的耶、没有啦，他那个不会下去自己折啊，他在旁边数钱而已。乱讲。快完成了。那眼睛那么大是怎样？两斤看几？两斤看几？总是会有眼睛比较大的狗吗？也是。其实它比较像熊，你知道吗？怎么有了耳朵是圆的啦？你眼睛跟鼻子同样大小，是不是？对啊，所以才说它是长像熊。我比较好奇，我做出来比较像牛，你知道吗？阿斌先生，他的灵感是不见了。刚刚有人想阿斌，你刚刚不是灵感来了吗？有啊，我快做好了。快做好了，快做好了，大家不要吵他。不要吵他。哎、欸，怎么剪成这样啊？我剪成这样。我做好了。你再把它裁一半，快！天才，这熊是不是啊？好丑哦！还是你就做你自己？要签名哦，要签名哦！你是在做你自己？要签名。签哪里？后面怎么签？前面、后面都可以吧？看你啊，我签后面好了。字太丑。我敢交手。哎、欸，小心啊！你已经拿儿童剪刀了，你知道吗？完了！旁边那个救护组准备，真的是国小生，我剪好了，纸不行啊。那边，我要创造啊！哦，这边的感觉很像狐狸，很像狐狸，不同品种，对，不同品种，狐狸犬，好厉害哦！航加油！后面也是亚洲统神跟我们的冥王黑帝。完了！哎，说好做狗，怎么变一只猪？狗年不是猪年啊！哎，有小的眼睛哦，他们会不会拿大的？有啊。所以刚才说什么你眼睛跟鼻子一样大？多奇怪，有小的我没看到小的啊。其实航航的蛮可爱的。我快变牛了我。还有笔是不是？他没有笔吗？有啊，这边有啊，这边还有。要不要我这个笔？我这笔，我这笔都可以的。阿斌真的好像那么多爱心吗？两边耳朵是不一样。好了，随便啦。你在做003的心情是不是？大小耳。阿斌真的让我感觉像青蛙哦。好啊，有色子不是都是长这样吗？你以前高中写考卷的时候，就是说是谁啊？谁的名字啊？特有句。可以了啊。听到，我同声。哇，耳朵是爱心耶！哎，你这只狗一定从那个收容所，那个收容所出来的，它耳朵被人家剪掉，被虐待了，有没有？尴尬，没有，可能现在最流行的折耳狗，好不好？对，折耳狗，有折耳狗，有收容所出来的，一个折耳，一个立耳，可以，慢走，台阶下来。收容所出来了吧？没有，那狗的表情怎么感觉好像一副很厌世的表情？我正面看还可以的，你看我背面，背面乱七八糟，不知道背面没有对称的，奇怪，背面整个是烂的。为什么正面看起来是好好的？对，可以。因为其实后面还好了，后面不用剪对，不用。你好了没啊？阿斌你好呢，行不行？你怎么还在一个房子的形状啊？黑帝斯的地狱犬，快点！创作是需要空间跟时间的。对，慢工出细活，好吧？黑帝斯，我到现在还是看不出。我都觉得这是真正的艺术家哎！笑死！我问你，眼睛我那个脸部最后跟什么莫扎特他们在真的对啊，你没有看他们在干嘛？我们看不懂的。对啊，没有看不懂。对哈，我跟你讲，阿 B 也是一样，他要他死后我们才看得懂。对，太惨了。他死后我们才看得懂，这个作品是放在他的坟墓上。现在我们还看不懂。你要直接画狗脸的，是不是？那也是不错啊。什么东西 啊？可以了，有，颜文字，他是画网络表情，对，怎么讲出来？哈哈哈哈什么？没想到是网络表情符号。阿 B 后面签个名啊，什么大学？什么大学？我觉得他已经尽力了。我觉得他真的尽力了，不错，有自己的风格，有可以。我们阿 B 的地狱犬，哇，连鼻子都有。那个史莱姆戴耳朵啦，什么史莱姆戴耳朵，你知道吗？对，老师绝对不会承认有教过你。那个史莱姆戴耳朵，真的是杰作，我真的是杰作，史莱姆吧？好歹给他个鼻子吧？对呀，阿 B 呕心沥血之作，狗都有鼻子，好不好？
没有啦，他鼻子比较小啦，的特色，好不好？创作巅峰。对，好，我们这是我们八个人的作品。我觉得我们输了啦。一定的嘛。我觉得我们的很棒哎。哎，我们真的很可怜哎，我们真的收了出来的。没有，我觉得哈鲁。你知道我很常看那个美国的节目叫做《地狱厨房》，他就是那个评审会一到五分，你就每个一到五分，看哪一组分数比较高。对，这样子可以，又有团又有团队分数，又有个人分数。哇，你发哥还会生气吗？你说在评分的时候，那个嘴巴还在打马赛克那样子，对不对？会。你们四个要评分是不是？全部。你给每个人都来个评分，对，八个人，连我们女生也都来。啊，是做的是。腿都麻，腿都麻。我就做成我这样不容易啊，给点高分吧。真的是艺术的结晶，好吧。好，来，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好不好？好，从金永东开始。金永开始，来。金永东，请给分。背面也要看，背面也要看，正面、背面。还有对称，是有吗？没有，这个动作在中间，我觉得还可以啊。那至于这个三点，眼睛跟鼻子一样大、啊。他没看到小标签，然后还贴歪。我的大眼狗啊！大眼大鼻狗，大眼大鼻狗，大眼狗。哇，我觉得一到五分，如果我觉得起码有八分。只有一到五分，你这边八分，你欠打是不是啊？那个给我拿来。来八减四点五分，三点五，所以是三点五。哦，有了，也还不错啦，也还不错，听到小数点呢，评好戏哦。好，叶子这个狗呢，非常其实非常有特色，眼睛两个是歪的，而且它的耳朵是一种非常。很可怜，很可怜，对，垂下来的。垂耳狗，垂耳狗，没有你，不要骗我，那就把两片柳钉贴上去。这个起码有五分，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看那个摄影机，你看那只狗，我都快哭了。后面有一个灵魂这么漂亮，这边有五分吗？我都快哭了，打出来。这后面的灵魂在眨眼睛，这么美丽，这种鬼话，这没有五分吗？我都快哭了，这种鬼话你讲出来。我拿下，我直接给五十分。然后，但是我只能单就狗嘛，我觉得这是。基本上有四分，好，可以，可以 ，OK， 好，接下来我们这个哇，我这是疑惑的表情，但你的耳朵太大，不是，为什么你的队伍这边的眼睛都是歪的？我也不知道，歪眼队。我们应该都是正的吧？我们是正的，他这只狗真的很辛苦。我是有点歪，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赢了啦。没有没有，这是瑞米从流浪所辛苦救出来的。每一次都从流浪所救出来，我用心栽培它。流浪动物协会不要告我们，好不要告我们。那一天刮风下雨，他还是被风吹起，到流浪。是是，你干嘛拿可怜牌啊？而且他的耳朵真的很像寿司，对啊，很难过哎。这是寿司狗 ，OK 啦。同情分啦，两分啦，两分，差不多，差不多。我觉得跟东哥，可是不能比东哥低啊。我觉得你，我觉得三点六分。我觉得你金融东打太高了，所以你后面很难给。对，做得很好啊。最低的那个打最高。比金融东低的都会抗议，我跟你讲。好啊，没关系。来，杨哥的。完了，这个我一定要替他说话。杨哥要有爱心哦。他耳朵怎么掉？有爱心，就是因为耳朵被弄掉，所以才去流浪所。多可怜啊，耳朵都没了。我觉得你们应该早一天去帮。太牵强了，耳朵都没了。这个我也要替他说话。为什么他会这么可怜呢？他的主人一只猪，食物都被主人吃光了，所以才这么瘦小的一只狗。那我跟你讲，哈喽，这个你更不能给高分，代表他虐狗。来。我是从那个动物收的东西领养回来的，我很爱心，我很有爱心的，他超爱他，超爱他，要给他东西，要给他，要给他。虽然有爱心，但目前这只狗目前还是你要多加油，多找好好照顾它，好不好？来。不好意思，三分。你看啊，好高啊！让大家知道这只狗的主人是谁。有人在帮我们计分哈。有，就是蛮可爱的啊。3.5嘛，然后叶子4分。帮我们计分，好，来，好换我。咖啡的 T。对啊，哎对，我的脸颊比较瘦一点，他的尖的，这不是狗，这是狐狸，狼犬，对啊，没有啊，狐狸狗就长这样，狐狸狗哎，狐狸狗长这样，不同品种哎，但是这略显消瘦，而且这看起来超不亲民的，就看起来超不亲民的，自己队友不好意思追，看起来这只狗看起来很聪明，然后你看它的耳朵，干嘛就敢看是不是？就敢看，好像可以戳死人，真的敢看还是敢跳？敢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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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有嘴唇、牙齿之间，你看那个。他还没冷气啊，还没冷气。那你要可怜他一下，你要可怜
一下，笑一下。还没几 key， 还没几 key， 还没几 key。但我觉得这样刚看下来，这支目前是还算蛮有特色的，是不是？1.8，1.8，1.8，1.8，加分，就创意就算我可以加分，2.1，2.1，好来3.8分，啊，比金融东高，我都开心，可以，好来。这不行啊，这个很可以啊，怎样啊，好可爱，对没？眼睛都没粘。代表他是每次都在装可爱，跟主人说：“主人给我饭。”你的耳朵是卫生棉吧？哎、欸，不行啊！敌对一直攻击我们呢、欸，敌对一直攻击我们。就是我觉得，这个比较像那个炸起来的藕桂。那个两个卫生棉放在那耳朵上也行哦。罗比，不是罗比，哈喽。卫生棉也可以当狗耳朵、哦，这有办法、啊？不是我，你不能因为它是这个颜色就这样子。那两东西都蛮好喝。雷尼啊！雷尼啊！我没有攻杀，没有攻杀。公司诚心引导。现在反应好不好？不到夜用型。好啊，这只狗呢，我觉得它毕竟有一点装可爱的成分在里面。哦。好不好？那背后这个眼睛也非常的大。那个是不是过28天，它耳朵会变红，对不对？而且呢，今天其实 Remy 他。发型，我说他本身的发型也跟别人。哎、欸，你不要这样子啊！你不要人这个。哈鲁，我过去了，我过去了，我过去了。哈鲁，原来你是以貌取人，难怪、啊、难怪张嘉尔分数那么低。我就觉得他都是没让你狗做还不错。我明明觉得他狗做还不错，你根本以貌取人。我这个就是狗耳啦，我这就是狗耳。但是我必须说，就创意上来讲，我觉得。稍显那么不足，OK， 跟那个卢比来比的话、啊，好吧，嗯，我觉得你可以跟基友龙一样，三点同分啊，我跟卫生棉狗同分，你大眼狗啊，我他妈的跟卫生棉狗同分，一个大眼狗，一个大耳狗啊，嘟嘟好啊，对不对？我们今天除了流浪动物之家要得罪之后，还要得罪那个女性协会了，对，你自己拿出来看，都不像卫生棉吗？不像啊，乱来，不像啊，乱来啊，好，我们看一下月西的。我的，我觉得月西算做的蛮漂亮，这没办法，这蛮漂亮吧？我有做歪一点，对、嗯、啊，歪头，不知道的时候歪头，太作弊了，他直接把主人的脸亮出来了。他头有歪一点点，真的，对啊，就是狗狗这样无辜的看着大家，而且他的那个可以给我多一点，还有三个须须，我真的觉得还不错。对啊，须须在哪里？须须在哪里？什么须须？你说这个吗？那个啊，对啊，你看他头上那个粉红色的啊，不是吗？这里头上，这里头上。好，这只狗呢，我觉得其实中规中矩，而且跟上面基本上差不多。但是呢，加一点月西的粉红色，我觉得可以。你又看狗主人，你是我这样的、喔。狗主人的、喔、都是粉红色的，没关系，你最好就给我看狗主人，把我看下一个人给狗主人，我看下一个狗主人，你给下一个看狗最好不用看人了，下一个连狗都不要看了，连狗都不要看了，直接看主人，直接略过，直接看椅子好了，看椅子。好，那就这个，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啊，还没有这么的特别，所以我给3.3分，好不好？好，谢谢。嗯。哎、欸，比金融东低。这个不用，这个不用看了，真的真的。他的脸就是一狗，我跟你讲，一看就知道那只狗很惨，你知道为什么吗？人家说打狗也要看主人，看到那个主人就先打狗了。他的主人先打狗了。阿斌，不然阿斌，我自己问你一个问题好了，你觉得？可以得几分？基本上5分应该没有太难。问你的狗呢？我问你，都没有五分的。你的狗呢？你的狗？大家，你还没看完？再阿五块，阿五块，阿五块。摄影师 take 好我的狗，好不好？看好，好不好？这只狗嘛，你狗一个东西要看完整，看背面嘛，好不好？好，真的好，看背面。你们怎么可以没有钱呢、啊？我跟你讲，你真的是台中国民党的，台中国民党哦。其实这蛮有创意的，笑死！满分五分来，哇，这真的是神来一笔啊，这没有人挡得住这个，好不好？原来是我们小看你的面，但你才是最凯瑞的。前面还在铺梗，对，原来你在铺啊。你那只狗叫林义士，对不对？我们今天到底要被几个东西告？你说，不是
录，对不对？哦，消音拜托。又要消音，直接逼消掉。不好意思，制作机有东讲。你看，我说014、014、014、014、014、014，好。所以我们今天的，所以总结来说，亚逼的创意救了。卢比队，好吧。OK， 好。所以第一趴呢，灵巧的时候是我们的卢比队获胜。哇！抽奖，好暖啊！耶耶！阿斌先分一下我们四个。妈的，那我们这么认真做是为什么？没有，我们的创意是无价的、啊，可是有的时候无价很难算价格，他的是有价的。好了，记得要拿出来哈。好，那所以我们这些要送观众吗？没错，我们要送。OK， 所以你要观众，送观众。我跟你讲，我换一张，我换一张，换一张，换一张。我跟你讲，你那张蓝色变红色的，我要换一张，不要换。我要当观众，你那是014的，我跟你讲，014不可以换。换一张，不要这样子，换一张那个天堂月卡之类。好，是在YouTube 这次不一样哦。好，大家在 YouTube 这一 part 的那个影片下面留言，我会从留言里面抽出来。哦，因为是预录的，哇，这很难得哎。那我自己先。平常 YouTube 下面有人在骂人，第一次遇到这么骂人，我要骂你的狗啊！好，这边就是啊，只要大家在那个 YouTube 底下留言啊，哈，就是留一下狗年祝贺的话，我们就会从留言里面抽出来，哦，总共八个红包，一个送一个嘛，对不对？好，那如果真的不小心抽到我的，那就请大家节哀了，好不好？那我就先抽你的啊，然后我先节哀。你也下去，你也下去留言就抽到你自己了，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第一趴这个，其实虽然说感觉很难啊，但是大家其实做都有做自己的样子出来，哎，真的哎，大家真的在那种。被逼到关头的时候，会狗急跳墙，急中生智，有没有？想办法弄，想办法弄出一个形来，都做得还不错，好不好？我们给自己一点掌声啊！好，那我们这一趴就差不多先进行到这边啦。不要抽红包就是好啊！哎呀，对，我们这个要抽，这一个人要抽嘛，一个人抽一个吧。我先跟大家讲解一下，因为里面有一些东西是个人可以使用的，所以顺序你们自己挑，一次一个人上去。好。好，好，那就我觉得我们公最大工程阿 B， 好，阿 B 先选。我已经基本上有个号码了，凯瑞。我基本上有个号码了，你连号码都要名字？没有没有，基本上我蛮喜欢十三号，因为十三好像在那个国外算是不吉利的数字嘛。啊，对对对对对。但是我喜欢十三，而且旁边又写个阿 B gay， 所以是我直接拿下就好了，是不是？对，直接拿下就好了。OK， 来恭喜路边就获得一个摩拉来。现在可以直接开吗？发票啦，发票啦。嗯，发单有什么？发单船票，船票，分数交换。天那个天堂虚宝，这个很厉害。不要很快，这很厉害。哦，蛮厉害的。对啊，对啊，对啊。功能卡。对啊。哦。可是功能卡，可是是现在可以使用吗？到时候才可以使用吧。还是可以等一下看。哈鲁看一下，哈鲁看一下。这功能我还真不知道可以干嘛，这可以公开吗？这资讯是大家要公开的。没有，应该是请工作人员会帮你偷看。哦，好，那你可以再指使一个，要看一个数字这样子。这个等一下你们换你们抽的时候你们使用，你们先换。好，就是下一次我们抽的时候，我会提示你们说这个到底是。好，偷看卡，对，这是偷看卡，可以给摄影机看一下。好，那你们先都不要偷看哦。哦，对啊，他们已经知道了。对，没差，没差，没差。对，可以偷看。就是我们等一下要拿红包的时候，我们可以先看一个内容。好，过滤掉一次。好。可是红包那么多，我觉得是不是超市上很高？对吧？这超烂，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偷看一个红包，反正你等于浪费了现在这个红包，没有什么分别。没有，就可以偷看一个，然后可以选下一个。红包袋都是已经拿到就。对啊，红包袋还是计算的。对啊，对啊，红包袋还是算数量。哎，那个裁判，我们可以执行我们换人的吗？可以有这么换人的？一个疯狂疯狂挑衅裁判。好，那我们这一趴就差不多进行到这边。我们接下来呢还有很多的那个团体竞赛等着要给大家呈现给大家啦。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